喂 Jeff， 今年你同我攞呢四隻 game， 攞其中一隻。我當時我記得我第一個反應係，你係咪黐線㗎？你係咪傻咗啊？Jeff 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。2011年，他在深圳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立游戏公司创梦天地。去年12月，创梦天地在港交所挂牌交易，赌王的仔何友军加盟成为首席营销官，亦都令到这一间原本扎根在深圳的游戏公司开始被香港人所认识。创梦天地最令人瞩目的成绩之一，就是当年曾经打败一众大公司，成功拿到愤怒鸟和水果忍者两个热门游戏在中国的代理权。我咪日日 send email 咯，系咁 send， 系咁 send， 系咁 send 咯，唔好复嘅啫，继续 send。第一封回复我的邮件咧，唔系个老板回复嘅，系个老板嘅助理，佢回复我的邮件咧，就系话你哋呢啲垃圾邮件咧，点解下面冇一个 unsubscribe， 即系取消订阅嘅功能嘅？咁然之後，我會批人哋啦。我唔係垃圾郵件嚟㗎，堅㗎。我真係一個遊戲公司，我哋想做遊戲發行點？哦，咁我同老闆講聲啦。不過你可唔可以 before 我老闆 reply 我之前，唔好再咁樣 send 垃圾郵件嚟我哋公司。估唔到犯呢個策略，成功令 Jeff 爭取到一次視像會議嘅機會。佢就話：好啦，咁下個禮拜三我同你開會啦，開個視頻會議。嗱，我俾一個鐘時間俾你。呢個亦都係我喺另外一間公司跟住我印度老闆學識嘅嘢，就係唔好怕煩，要好煩。我當時幫我印度老闆做嘢嘅時候，我都覺得好煩，咁但係又 work 嘅喎，真係。咁所以我亦都學咗嗰樣嘢，咁我就 apply 翻我依個 lesson 落翻去依件事上面。咁到最後，我就同個老闆講，不如我飛過去啦。我當時我飛過，我都唔係即刻去佢 office 門口，我係特登揀咗喺澳洲，即係嗰個城市裡面一個比較出名的酒店，在一個酒店跟他視頻會議。當然他invite了我去他office開會，他也當然覺得哇，你飛十幾個小時過來跟我開個會，好像開一個小時又不是很好意思，人面對面可能他傾耐一點，然後後面又變成吃飯，吃完飯之後變成早餐。當然我有更多時間去 pitch， 到最後我也成功 pitch 到這個 project。 Jeff 說拿到水果忍者的代理權後，一开始拒绝他的愤怒鸟的高管，亦都重新翻转头找他们做代理。我先 approach 愤怒小鸟的，但是愤怒小鸟到最后来中国的时候，原先约好了是一个商务人员见我们，到最后是一个实习生来见我们。那个实习生重要是问我们，你凭什么见我们的 VP 啊？你们有这么小的公司，我听都没听过，你就想拿全世界最 number one 的游戏做代理？因为我们拿了原码之后，令到水果忍者超越了愤怒小鸟，亦都因为这件事，愤怒小鸟之后就想，全世界都是我愤怒小鸟按住水果忍者来打的嘛，为什么中国会是水果忍者劲过我们愤怒小鸟的？咦，因为它有个 publisher， 咦，之前见过那间公司，那间没人理的公司，那他就找我咯。Jeff 在读中五的时候，因为家生意失败，他被迫要停学。喜欢打机的他亦都揀了到网吧打工。而家37岁的他在游戏圈打滚了10几年，成为了一间年收23亿公司的总裁。相信当年没人会想到他会做到这么出色。我不单止没读大学，我连高中都没读，我 Form 6 Form 7都没读，我早了 大家7年入行。我见过的 cycle， 如果跟我同龄比的话，我见多了他至少3个循环。我不单止是由一个专业的角度去了解游戏怎样好玩，我由一个用户的角度我明白游戏怎样好玩。我在网吧的时候，我的铺头300部电脑，我平均 翻台率一日一部电脑大概是4到5个人，即是一日我 serve 近1500个人。我做了2年，我见了多少个用户，他们玩什么游戏，为什么他们会玩这个游戏，即是我有几万人的数据，我每一日就坐在那里，就是看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另外一个特点。